影片跟邻友互动，前新北市议员李婉玉把握春节假期，亲跑板桥庙宇参拜，跟乡亲把干净。现在独家讯息曝光，李婉玉过年传讯，祝福好友开工大吉，亲自预告年底要回板桥选议员，说自己背水一战，恳请大力支持，表达回锅参选决心。白上衣搭上西装外套，展现利落风格，还有绑起头发，再拍一张 slogan， 老朋友一直在。李婉玉问候看板独家曝光，也正在印制中。四处去听大家的声音，就是我还是以大家如果需要我出来，我就会出来。新北耶诞城今年跟迪士尼合作。不止老将拼再战，板桥竞争激烈。国民党发言人李明玄当初挺韩国瑜声名大噪，被封最美助选员。国民党代表选举拿下全台第一高票，年轻靓丽形象确实吸睛，也多次被点名参战板桥。那我想我今年呢是以复选全国的县市长为目标，我自己个人的部分是其次，或许也不一定是在今年呐、啊。但是一旦有机遇的话，我是绝对会把握的。李明玄态度开放，似乎也不排斥2022战跑一拼，板桥被称作最美激战区，不止李婉玉，李明玄渴望投入战局。民进党新人山田摩依也受注目，还有现任议员戴伟山寻求连任。选外表也要选能力，板桥一直都是竞争激烈的区域，那说不紧张是骗人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。板桥女力爆棚，选战还没正式开打，选将们外表高颜值已经替选情增添话题。三立社记者张卓君新北报道。